在中山区的基层访视座谈会上，基隆市长林右昌先感谢里长对于各项市政建设及防疫工作的协助。虽然目前基隆市疫情趋缓，每日感染人数也早已降为数百人，不过因为国外传入的 BA4 及 BA5 相继出现本土病例，林右昌再度请里长帮忙宣导，鼓励民众尽早完成疫苗注射，形成保护力。因为疫苗不是药，疫苗不是药啊，讲煮了以后的后体啊。 疫苗是要打在前面的，啊，这样子才对。那我们通常会发现说，疫情起的时候呢，施打率就很高；那疫情缓的时候，像最近疫情比较缓，主为能够更旧。那最近因为儿童的疫苗要开打，好、哦，那我担心，也希望大家多帮忙宣导一下，就是不要因为现在疫情缓了，然后民众就觉得，啊，就让他看不要紧了哈，疫苗。 这个缓一点打，再观望一下，再看一下，其实这样反而是不对的哦，或者是说，对小孩子的一个防护跟健康哦，反而是不利，所以还是要拜托大家，现在疫苗有的打，就尽量能够现在打。而在座谈会上，里长们也提出多项问题，希望市政府协助解决。其中，和平里里长张和妹表示，基隆秘境求子山灯塔近期成为游客造访夯点，不过包括出入口拒马的安全及环境卫生都出现问题，希望紧速规划改善。最近啊，礼拜六、礼拜天将近每天都4-3个人，好、哦，今天就是啊，没有厕所啊。 2、3百人住哪里？993。哦，993。2、3也是万平的。嗯。因为刚刚被升职了，区长的各种都启动。他们现在停车停哪里？停车我们那边停车位是，就是201、202。那个进马但是很危险啊。 对此，主管的基隆市政府都市发展处方面回应表示，求子山灯塔周边已纳入白米用地区规划案范围，不过目前尚未完成土地拨用。对此，基隆市长林右昌希望缩短空窗期，并要求区公所先进行路口安全改善。现在会有一点，三不管，就是军方觉得我已经要拨了，所以军方不管。 那他们是有画的一个范围哈，那个防卫作战的需要哈在上面。那现在因为还没有拨给我们市政府，所以市政府现在也还没有办法进去管啊。但这一个空窗期，我是建议是越短越好啊。这是第一点，第二点，然后第三个是现况。现况如果民众是有从这个地方进出的话哈，安全的事情还是要去做。 处理啦，好、哦，所以这个事情就请那个区公所这边哈，入口的部分啊，现在虽然是还没有移拨给我们，不过入口涉及民众安全的部分，我们还是要把它稍微处理一下。另外还有通仁街，因为常年重车碾压路面破损，大清大城废弃汽机车拖吊及西碇市场流浪猫成群等问题，林右昌也一一要求主管单位紧速处理解决，让地方安心。 记者张启腾基隆报道。